新兵请看新兵进行曲。不喜欢女友的坏毛病，公主病，我知道了，不懂得体贴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是朱师傅？姚元浩，我完成你的愿望。谁？那我要改名叫水桶吗？真的说了，我想跟阿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美女旁边一定会有野兽。我觉得我跟朱师傅是要来衬托你的。哇耶！万岁！进行一次超级一点通，我你就通。现在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左边的统统队，以及帅气的毕哥，还有可爱的爱成。哦耶！马上介绍我右边的元浩队，有帅气的元浩，美丽的英琴，以及可爱的林道元。超级一点通，请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！主持人及来宾分成两队，按铃抢答，答对一题得五分，并享有续答机会；答错则要无条件换对方答题。获胜的队伍将有机会实现二成敌对的愿望哦！比赛之前呢，是不是把我们两队的愿望给许下来呢？好，来拿出你的纸跟笔，把它愿望卡拿出来，写上你们的愿望。哦，还有人在笑，感觉上元浩队是比较冷静一点哦。如果写完的话，就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许愿卡的袋子里面去，希望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来着，请听清楚了，马上开始我们这一题的题目。这一题的题目是网络票选最常遇到的诈骗讯息前五名。哎呦，骗讯息，请抢答。请作答。可能你说得了什么彩金啊、彩券啊，你得了什么奖金啊、中奖啊，然后到银行去汇钱，要你去转账，有没有？有。比方说有一些什么色情简讯啊，有没有？爱成常常接到简讯仙人跳啊。叫你打电话过去，有没有？可是他又突然又在这个你打电话过去的这个当中呢，去窃取你的电话费，窃取你的电话费。哎呦，色情电话有没有？统统队请作答。这样子可以啊，不要 K 搞好不好？对，绑架。好，家人出事有没有？有。不错。你先讲比较热门的。所以是什么？退税金，税金的问题，政府打来跟你讲，你要退税，因为我真的有接过政府机关通知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有啦。还有什么？恐吓节目，恐吓，就是绕一圈恐吓你，打电话恐吓你，有没有？哎，恐了。元浩队，请作答。就是有一种电话，他就会假装说，哎，我就是你的谁啊谁啊，你听我声音听不出来吗？我就是，然后你就会想说，你的阿英吗？我的小黄吗？然后就说，哦，对，我最近就是在哪里，可以跟你借个2000块什么之类的。假装是假装朋友，陌生人假装是你朋友向你借钱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，我想起来了。怎样？常常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逛街的时候，会有人叫你填写一些资料，哦，不管是信用卡或是什么东西，他会过来找你填写，对，然后把你的资料呢，问卷调查之类的，一封一封的卖出去给一些诈骗集团，哇，有可能你的资料外泄了，所以被诈骗，有没有？活题的第二题，两队听清楚了。好，第二题，年轻人网络票选最怀念的卡通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元浩队请作答。来，我们一起唱 1, 2, 3, 4，无敌铁金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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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有来，元浩队，请继续作答。第二题，1, 2,
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有一个女孩叫甜甜，哎呀，好老，你听不出年轻人哎，带动好老哎，小甜甜是不是？这个不是，那不是上次来那个小甜甜。我是我拿那张照片，我吓到我。各位，小甜甜有没有？啊，有什么？荒凉，年轻人。年轻人，彤彤对锦做的七龙珠女人，没有 ，Miki， 美对不对？好那个啊，迪士尼出名的，对不对 ？Sticky， 对，迪士尼，哎呀，米老鼠用两只脚走路的老鼠啊，哎呦，对，用两哎对，对啊，两只脚，两只脚走路的是唐老鸭啊，对对，没有啦，唐鸭不够嘛，用两只脚走路，喂，彤彤天真脑袋瓜竟然冒出三只脚的鸭，究竟怎么回事嘞？两只脚，两只脚走路的是唐老鸭啊！对对，没有啦，什么鸭不动嘛，用两只脚走路。喂，真的？两只脚走路的鸭？到底是什么答案？米老鼠，米老鼠，各位，米老鼠有没有？有，请继续作答。有，小叮当，叮当。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好不好？小叮当，哆啦 A 梦，小叮当有没有？掉了，顽皮豹，哒楞哒楞，哎呦，哒楞哒楞，别走，等一等，顽皮豹有没有？科学小飞侠，科学小飞侠有没有？碰我们是，换我来告诉你们的，请作答。蜡笔小新，好，蜡笔小新有没有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蜡笔小新占了42.1%，哆啦 A 梦、小叮当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啦。然后呢，米老鼠也是呢非常久的一个卡通。紧接着下来，第四名就是我们的顽皮吧，以及我们永远不败的无敌铁金刚。紧接着下来，来到我们生活题的第三题。两队请听清楚了，来网路票选哦，最长掉到马桶里面的东西前五名，请抢它。哎呀呀呀呀！手机，手机，手机有没有？有，第一名。还有零钱铜板，零钱铜板，铜板，铜板，零钱有没有？哎呦，钥匙，哎，各位。钥匙有没有？有，对，请作答。马桶在哪里？是不是在厕所？是，厕所是我们早上起来那个盥洗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牙刷很有可能会掉到。哎，我掉过，对不对？我掉过，是不是？各位，牙刷有没有？我们洗澡有时候要进去准备要洗的时候，内衣裤会放在哪里？会放在马桶或是上面放浴巾的地方。有时候洗完之后马上身体湿的时候拉浴巾的时候，结果内衣裤就掉到马桶里去。有，你有没有？你有逻辑？有逻辑耶！真的，内衣裤，内衣裤有没有？有哎！等一下，就是好不溜的肥皂，肥皂，肥皂有没有？马桶里面东西的前五名就是这五个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紧接着下来第四题，听清楚了哦。网络票选最不喜欢女友的五种坏毛病。哦，哎呦，请抢答。乱买东西，乱买东西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这一定有的啦，男生都不喜欢这个，其实。时间没有时间观念，没有时间观念有没有？彤彤队请作答。跟朋友一起出来的时候，他不给我面子。对啊，给面子很重要。不给面子太重要了。是，哎呀，他有时候出门都给我穿高跟鞋，真的是。都穿不给我面子，不给面子有没有？对。吃醋唠叨啊，就是很爱碎碎念。
很爱念，有没有？吃醋。我想起来了，元浩队，请坐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，公主病。我是女生，你看公主病，你这样都有很多的影射。我觉得不懂得体贴，然后不懂得怎么对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大家一起说一二三，对，是不是？是。OK， 各位，公主病比我红。不是说我老婆了，我老婆，我老婆最近出去，人家说各位大嫂团，公主病有没有？我第一名，请进坐的。还有一个，我很不喜欢女朋友说我要问她要吃什么或什么都随便，没有主见。可是我老婆会怎样你知道？我都问她说你要吃什么，她说随便。我说那牛肉面不要，牛排不要，阳春面不要，那要吃什么？随便。请坐的，请坐的，没主见，爱说随便，回答随便，做事情没主见，有没有？嘿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又想起来了，好想听哦，好想听哦。我想到我一个朋友，曾经有交过一个女朋友，哦，他住在阳明山上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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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？那个女生常常跟我的那个好朋友讲说，那个谁的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啦，那个谁男朋友怎么样啦，那个什么男朋友买什么东西给她，那个男朋友什么开什么样的车，爱说八卦，爱说八卦，爱比较，爱比较，爱比较，哎，对，爱比较要不得。我一直放在心里上，一直放在心里面。各位，爱比较有没有？两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公主病娇生惯养，对不对？爱比较哦，有些人会这样子，拜金哦，这个最糟糕，花钱如流水。等一下，我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都讲公主病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哎。还有比较有没有？他爱睡觉。紧接着第四个。就是呢，这个什么都随便，所以比方像人生有计划，我觉得像殷琦他喜欢的应该就是说，走，跟我去看电影。好啊，其实我觉得就走，不要再喜欢。那你们看哪一部也不知道。那你们是因为这样分手的吗？好了，最后一个就是不给男朋友面子，这是男生的大忌啦，是大忌。在这边向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两队现在的分数。好，首先报告我们的统统队得到的是40分，四十分，做完到第一名，现在第一名。我们的元昊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60分。第二名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还有更好的题目，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，来吧，娱乐题，两位评审了。娱乐题好玩。第一题的题目是网络票选，民众最想成为哪位超级英雄前五名？超级英雄，国内的吗？民众想成为国内外都有，国际的，定义是世界整个世界上面，好不好？我很清楚。两队，请抢答。是有。元昊队，请作答。Superman， Superman， 有 Superman， 超人，超人有没有？啊，那我哥呢？统统队，请作答。蜘蛛人好不好？请作答。是白的人，蜘蛛人有没有？有 ，Yes， 有蜘蛛人应该会有蝙蝠侠嘛？蝙蝠侠，而且他也很有，很有钱。大家都喜欢扮成他。你是台湾轮哦。蝙蝠侠，蝙蝠侠，蝙蝠侠 ，Batman 没有？耶哇，钢铁人也可以啊。他也很有钱，只要英雄很有钱都可以猜。对，好，钢铁人，钢铁人，对，对，你刚刚那是轮胎破费。钢铁人有没有？李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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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武打武打的，不错，对对，李小龙漂亮，李小龙有没有？有啊，哇，你知道我猜什么？我刚刚猜超人，对不对？
我很生气他没有在里面。对，但是如果有一个叫全民超人的人，他有没有在里面？我就不相信超人跟全民超人就多了全民会没有啊，生什么气？太生气了，生什么气呢？就因为全民，各位全民超人有没有？你看一定要一个女生。哎呦，猫女，猫女不是猫女，我觉得我还是要猜超人，神力女超人，多一个女超人，女超人有没有？哇！这个题目太冷门了吧？我都不认识他呢。冷静，给冷静啊，各位。网络票选民众最想成为的五位超级英雄呢，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位了，好不好？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二题，第二题的题目是网友票选最欣赏的巴掌脸女艺人前五名。我给你们缩小范围，亚洲区。好，很简单的，请抢答。Yes， 哎呦，安室奈美惠。哎呦，安室奈美惠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有哎，蔡依林，好，蔡依林，蔡依林有没有？有啊，一定是的嘛，大 S， 大 S， 大 S 有没有？有，耶，还有，侯佩岑，哦，侯佩岑是啊，那个是巴掌脸啊，侯佩岑有没有？好，看我们的，你要在一起作答，徐若瑄，有，经典了吧？有吗？很小的脸，徐若瑄。有没有？哇，第一名，经典小脸，张韶涵，够小了吧？张韶涵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完了，小 S 嘞，来五秒，我想要选小 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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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有大 S 就有小 S， 小 S 有没有？不是，公布正解。哎呀，丁小晴，哎呦，还有来我们节目哎，他脸很小，对，他脸很小，他脸很小，这个就是网络上面的票选的巴掌脸。紧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娱乐题第三题，来，女性网友票选最想约会的男艺人前五名，在场的两位女生，请问一下，如果要让你选择约会，你会选择谁？我认真说了，我想跟阿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通常。美女旁边一定会有野兽。我没有想到，你选我跟你去吃饭是要来衬托你的。男生也可以想一下，其实你觉得，哎，大概哪几位呢是很帅的女生会有想要跟他约会？亚洲区啊，两队请抢答。我首先来讲第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刘德华。哎，刘德华有没有？网友嘛，姚元浩。哇，有哦，我们先选，先选真的，那个假的不要去理。跟元浩差一点点。喂，金城武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高估他。金城武有没有？哦，哦，谢谢，出去吃饭。我吗？我完成你的愿望。真的假的？我完成你的愿望。谁？那我要改名字叫水桶吗？喂，水桶了，喂，不要再聊天了。啊，罗志祥。罗志祥，小猪有没有？啊，第一名，吴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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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有。前三名，周杰伦，大家都想成为 J 女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有没有？我来猜一个，我来猜一个香港艺人，好不好？谁啊？我来猜古天乐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帅，古天乐，古天乐，古天乐啊！古天乐有没有？哎呦，哇！还有一位，谁啊？你真的可以猜你自己，你到底可以帮他？姚元浩，没错。姚元浩有没有朋友的相亲？你真的可以猜你自己，你到底可以帮他？姚元浩。没错，姚元浩有没有？统统队解说的，就是女生最想要跟男生出去吃饭，一定就是要很有成熟男人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你觉得你想跟谁吃？飞哥。阿基师。
欸，阿基斯有可能呢，欸，阿基斯，阿基斯有没有？不可能啊！女性网友票选最想约会的男艺人前五名的第四名，请公布正解。Yeah， 王光聪，来各位，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娱乐题第四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。哎，紧张。网友票选，昔日玉女年过四十依旧美丽的前五名，好多。两队请作答。有的，有谁？周慧敏。哎呦，周慧敏，周慧敏有没有？哇，第一名呢？钟丽缇跟邱淑贞。钟丽缇。钟丽缇，是的，有没有？欲望。统统队请作答。王祖贤，王祖贤，王祖贤有没有？有。哎呀，还有张曼玉，张曼玉，张曼玉，对，张曼玉，好不好？张曼玉有没有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一号队请作答。刘若英。刘若英，刘若英过四十了，有四十吗？有有。刘若英有没有？他真的过四十了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他年龄今天被公布了呢，真的看不出来。刘浩队请作答。永远的梦中情人钟楚红小姐，哎呦哎呦，钟楚红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美翻。钟楚红有没有？哎呦，哎，每个都大眼睛哎。最后一名我知道，我心里有底了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猜刘嘉玲啊，刘嘉玲，刘嘉玲有没有？杨彩妮，统统队请坐茶。杨彩妮有没有？我觉得应该是李嘉欣。李嘉欣第五名，我们公布正解。哎呀，就是李嘉欣，很多人的梦中情人，真的。来，这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两队这一回合的成绩。是，统统队呢得到的是50分，很低，高不错。元昊队得到的是35分。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下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分数，统统队的分数是90分。很高哦，紧张紧张紧张。元昊队的分数是95分，就差一题，怎么可能？差一题。真的，这愿望就没办法实现了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的愿望很精彩。来，为国碧哥新婚妻子幸福的着想，元昊队这次加强训练国碧的体能，扛着棉被交互蹲跳，他能否通过考验？看官们看仔细喽！你真的要帮我跳吗？五下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因为队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先跳，你先跳。交流，交一杯。全部跳起来了，你一起都跳下去，你这是换脚哎喂！你为什么跳起来好好笑？你怎么那么丑啊？跳出好丑的声音！哎，怎么跳这样子？等一下，好啊，再剩最后五下是……好，我跳，我跳。彤彤，哦。你穿高跟鞋呢？好，哎，你为什么面那里？你不面我们这里呢？不是，你很奇怪，人家面那里就面那里嘛。对啊，你无聊，这边就好了。你跳来，我过来。交流，交一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不急哈。慢慢来。二，哎，来人，二，等一下，也靠时间，时间拉长就靠你了。喂喂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彤彤很伟大，彤彤是女生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平常在那边当兵很辛苦的，好不好？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超级一点通，希望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这个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啦。谢谢我们今天来宾英奇跟马国碧。上镜的一定要锁定我们有智慧的新兵进行曲。